总统莅临，新任行政院、司法院、国家安全局等政务人员及驻外大使宣誓仪式开始，监誓人就位。宣誓人就位，司法院院长许宗密，司法院副院长蔡炯敦，最高行政法院院长蓝宪林，大法官张琼文，大法官詹森林，大法官黄昭元，驻新加坡大使梁国新，国家安全局副局长郭崇信，驻所罗门群岛大使罗天红，观礼人员就位。宣誓人举右手宣读誓词。誓词，誓词，于是以至诚，于是以至诚，恪遵国家法令，恪遵国家法令，尽忠职守，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，报效国家，不枉费公堂，不枉费公堂，不滥用人员，不滥用人员，不徇私舞弊，不徇私舞弊，不受受贿赂，不受受贿赂，如为誓言，如为誓言，愿受最严厉之处罚，愿受最严厉之处罚。谨示，谨示。宣誓人许宗密，宣誓人许宗密。中华民国105年11月21日，中华民国105年11月21日。宣誓人手请放下。宣誓人向监誓人鞠躬，礼成。恭送总统。